听完参赛者经验分享，蛙哥也忍不住寄养了。你说你还有带动观众？对，因为选手们一开始都会很怕，因为我喜欢跟观众互动的感觉，就是过去的拉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观众看这里啊，热情掌声了，尖叫尖叫尖叫啊！请锁定今天晚间10点超市金头脑。